哇哦，上进，我是你的粉丝，祝你生日快乐，谢谢你 Licky Toe， 我收到你的生日礼物啦。还特地去拼出来这几张 Despacito 别怕洗头地管游戏，为什么你们不要在一起戏慢头版 1.1MVs 超好听 Gamba Day Bye from 黄俊杰，所以谢谢你黄俊杰，谢谢你这些可爱的照片跟祝福语，我收到啦。其实我不懂这个好像送到那边去啦，这里外面没有写地址。 Happy Birthday to you 林尚清 from 刘彩虹，还有一个细管的水罐耶，这个不是 Barbie doll 吗？最美丽又漂亮的女朋友，不过还是谢谢你收到啦。哇哦，林尚静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， 一份小礼物，希望你会喜欢。好啦，见证奇迹的时候。 Oh my god， 这个是印出来还是亲笔画的？这个哎，你看这个不简单耶，这个虽然我的验证不一定很专业啦，不过我看它包装哦，这样我觉得这个是亲笔画耶，这个很厉害耶，很美耶。 From 西部，谢谢你，很喜欢，祝你生日快乐林尚静 Happy Birthday， 很喜欢，谢谢你来验想。哇哦，让你惊喜 YouTuber 的林尚静，如果喜欢中国的食品去溜溜站买购哦。这个是广告吗？这个是 YouTuber 的林尚静，这本书让你满意哦，包括生日卡和等等，我祝你生日快乐，身体健康，脱离单身。这里好多文字耶，这个等下要慢慢去读啊，谢谢你耶，这个是其中一份最有心意的生日礼物耶。吃狼哦，哇老耶，你看这个画得很漂亮耶，我也是7月26生日，如果可以的话唱完生日就说生日快乐 2B Next， 也祝你7月26号生日哦。嗨林尚静，祝你生日快乐，我虽然画得不是很好，抱歉啦，祝你500000订阅，就这样啦，拜拜。对，谢谢你们两个人画到很漂亮的图画给我。我有在 YouTube 上找了很多关于 DIY 的影片，想要做些简单的小礼物给你，但我很懒惰，所以就没做了。谢谢你 CZ 有寄一封信给我就已经很好了，还有也谢谢你可爱的小礼物哦。 Jenny To 三份礼物耶，好有心意的卡片，有听到吗？ Mr. Lim 尚俊，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， 送你一些小零食，希望你会喜欢，天天开心哦，来自马六甲的 Jenny 小杰。哇哦，这种零食不是本地买得到的，这个 Choco Banana 的 Pocky 耶， Oh my gosh， 谢谢你。Oh my god, oh my god, oh my god， 好多小零食，这里还有一个 很可爱的锁匙签，这些都是钞票来的，谢谢你小杰，我真的很喜欢这些零食，我的空就会拿来吃啊。这一份是来自中国，哇，我有读错吗？它的名字是莲花姐。哇，从中国来的衣服哎，他知道我喜欢长袖又喜欢白色哎，我有机会就可以拿来穿了，这个谢谢你，我很喜欢。这个是一张很简单的生日卡 ，Happy Birthday， 谢谢你，北海啊，这个，在这里送上一本微电影剧本，都生日礼物可以收到剧本，让我来看看你的剧本吧。哇，好想回到那已飞逝的青春。我跟你讲，我的观众真的是人才济济啊。哇。哇，认真的嘞 ，Oh my god， 如果一天我真的有时间了，我真的有 budget 了，够这个剧本读啊，真的是不错的话，我就把它拍成微电影 ，OK。里面有一些卡片，三个男孩子睡同一张床的卡片，还有这些小小可爱的东西，还有这种小小的小惊喜，这个是我的名耶，哇老耶。但是刘家说过啊，我不是他喜欢的类型啊。还有这条 T 恤，这个衣服是定做的，谢谢你。感觉上又是一个用精心炮制的生日礼物。Oh my gosh， 你看，你看他外面罢了，你就知道多么用心啊。好啦，哇啦，可以打开了。哇，你看，你叫我怎样不感动？哇，
还没有完我耶 Happy Birthday 独上进，旁边也有很多这些很用心的小雕饰，要去注意才看得到的这些东西。哇，还没有完，哇啦喂，旁边还有一些糖果，你叫我怎样不感动。这份礼物是我和我的学生们一起抽空制作，他们是韦瑶、韦慈和韦莹，帮我祝他们学习加油吧。好的，哇，这份是一份老师做的，所以是美术老师嘛，你看。所以韦瑶，你的 UPSO 要好好的去读哦，然后才会考好成绩，你的父母才会开心，你才会有一片很好的前途哦。这个也是可以说是其中一个最有心意的礼物啊，我看到里面我的礼物虽然不是最多的，但是我可以感觉到那个 quality 不差。哇哦，生日快乐，心想事成，哇，你看他把我画到几 muscular， 你们看得到吗？哇，七龙珠的龙珠耶，我小的时候就一直在看七龙珠的漫画好了，我很喜欢，谢谢你，希望可以 summon 那个神龙出来让我许愿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游戏卡， Vanguard 游戏卡，黄威胜送给林尚进的生日礼物。黄威胜，谢谢你，真的希望这些卡不会太贵。这个是来自李佳慧，来自马六甲的礼物，他啦，哎，那个小盒子有一封小信，做得不好见笑了哦，难道是亲手做的？我不懂你们镜头看得到吗？虽然是一个很小的东西，不过我感受得到你的诚意，谢谢你。哇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祝你 Happy birthday from 祈福。所以 OK， 好，我 get 到了，盒子 with 照片就是他所送的生日礼物，里面应该是没有东西的，我不要去破坏它。这个礼物真的是很特别，谢谢你。这个没有错的话，那个 PO Box 的人也跟我讲，这个是第一份送到那个 PO Box 的礼物， Birthday present， 传统炭烧咖啡，哇，很浓的咖啡味。哇哦，我剪片剪到累啊，没有精神了，我就会泡一杯咖啡继续剪。谢谢你 ，Miss Coffee， 我很喜欢。这是我自卖用的产品，让你的眼睛做个15-20分钟的 SPA。你们这些观众真的是很顾虑我的健康哎，很多担心我不够睡，担心我喝不够水，现在还会担心我的眼睛不好。谢谢你灰心，谢谢你，真的谢谢你。开箱前请读，很像在吃西药这样耶，这个是开箱前读的，这个是开箱后才可以读。开这份礼物有小点的开哦，别吓到，里面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。来哦，见证奇迹哦，不要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啊。哇哦哇哦，这个是辛辣面的盖，哇，旁边围着这个 KitKat， 还有我跟刘家甜蜜的时光。 From Brian Ng， 祝你生日快乐哦， Happy Birthday， 谢谢你 Brian Ng， 我很喜欢。你看啊，我就是 feel 到这种礼物哦，虽然不贵，但是哦，它很有心意，你看几特别，不是有钱就买得到的这种东西。这份就是目前体积最大份的礼物，它是来自 Jessica Wong Pei Yi。哇、wow, 你们看到吗？他知道我喜欢的不是花，他知道我剪片的时候嘴巴痒的时候喜欢吃这些零食。 From 永远都会支持你的慧慧，谢谢你慧慧，真的很喜欢你这份礼物。还有这一只单身狗，那一天我在 Queen's Bay Shopping Mall 那边遇到一个观众，他临时的在娃娃机那边夹了一只这样准的单身狗给我，谢谢你这只可爱的单身狗。这里里面它有好几样生日礼物哎，不知道您是否喜欢音乐吗？所以送你这份礼物是一套车载喇叭 Omni Beyond， 如果需要专业人士帮忙安装，可以到我的店，我可以免费安装给你。它明信片也很 creative 的这种小张的 Omni Beyond Test CD， 这个是抖音的 Band Drive， 跳一是 Can Mark， 哇，不错。Oh my god， 我只是看它的包装罢了，我就已经觉得这个东西不便宜啊。哇哦，谢谢你啊 Ken， 我真的没有想到会收到这种东西，我一有时间就过去找你安装这份音响，谢谢你。这个应该是他跟我合照啊。林尚进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快脱离单身。这里他送了我4只娃娃，2只狗，这只是 Squirtle， 这只不懂是什么，不过还有写老子不但有车还是自行的
叫自行车。谢谢你，这些娃娃都很可爱，我都很喜欢。人间仙境拼图，看它里面是怎样的，好多、哦。不过它拼图后面有这种暗号了，所以你还是可以偷吃布的把它拼出来。谢谢你送我这个拼图，这个是首尔哎，这个是口月过来的嘞，很像是你看，那旁边是口月 boss 哎，难道我在口月那边也有观众？Oh my god， 这些都是 Korean 才买得到的东西。上镜哥哥你好，我是你韩国粉丝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真的很高兴这次可以送你生日礼物，谢谢你收命。这里是给上镜的，给 Nikki 的，给邦真的。Oh my god， Nikki 跟邦真你们也有哎，你们也有礼物哎，这个是一片韩国布，突然间有一种莫名的感动，很精致哎，这种韩国 keychain， 他还知道我用 Galaxy Note 8，所以他买对电话壳了，做得好，很开心可以收到你从韩国寄来的礼物。还有一个原因，为什么这个影片会这样迟才能上，是因为其实这一段就是最后这四份礼物，其实是8月26号才拍的，为了证明现在是8月26号，这个是8月25号万日的头奖。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开最后这四份来得及赶上影片的礼物。我们有这一个明信片 from Macau 来的， from Win Ching Edwin 和 YW， 谢谢你，我来得及收到你的明信片啦。这个是一个来自沙巴的礼物， Happy birthday 29 years old same age with me。 那这里还有一张Post large UKL accidentally broke your birthday mark on 7月24号， so hopefully you can receive new one。 还好我有等多一阵子，不然就来不及开箱这份礼物啊。哇哇，不错耶，这个有看到吗？这个是我最近的照片耶，这个果然是很 update 的。这个谢谢你，很顺利收到你送我的杯啦，很喜欢。 From Pulau Pinang是一张明信片，希望你每天过好日子。From Norway， 7月30号，怪不得这样迟才送到啊！哇，中间又给那些 postman 拖一拖。来，我们来最后一个礼物。来看里面是什么？哇，包得好好的。哇哇，喂，看到吗？哇啦喂，很精致哎，很用心哎，这种东西。还有两份东西，我们先看看这两份是什么。哦，这个也很美耶，字体也很美耶。收到这份礼物是已经迟了吧，不要介意哦。最后祝你生日快乐，意外的精致。我们再看里面有什么。哦，有星星掉出来啊。 Oh my god， 什么是 boom card？ 哦哦，原来这个就是为什么它叫它 boom card， 它可以弹起来啊。哇，你看它后面还有这些小小的心意，小小的 YouTube button 在那边。哇，这里还有一个小礼物耶，你看它挤在这边，挤 Q。 You are not old, you are classy, nice。 那你再给你们近一点看这份礼物，你看做到几精致，它里面还有很多那种小小样的东西，而且它东西是 3D 的。所以好啦，很顺利的收到你这份礼物，还好我有等多一下子才能在这个影片里面开箱你这份礼物。那么我们现在就返回之前那个影片的结局了。所以希望我没有遗漏掉任何一个你们有寄过来的礼物，也希望没有礼物在任何寄过来的过程中不进去。这一天可以说是我近期来最快乐的一天了，谢谢你们。所以这一集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按我头像这边订阅我，也记得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一集见，拜拜，爱你们哦。